那刚才五点还没到呢，但是刚才呢，就是我本来跟小龙说，我说要不还是7月1号，我说我们举办婚礼的日子挑个黄道吉日，是吧？但是呢，那个日子呢，是我们写在这个证书上的，是7月1号。反正小龙妈妈说，这个日子还是要挑个吉日，那你等一下。